今次個展覽咧，我就 to be content 啦，喺星星花度做一個 show 啊。咁就拎咗依批，其實之前開始咗畫依個神像噶啦。咁就我依次嘅展覽，我覺得咦好啱喎。咁我可以將神像嘅嘢延續落去，即係之前自己睇嘅嘢啊，或者見到啊畫過嘅嘢，一路延續落去。咁佢象徵翻嗰件事一路，其實一個神像個形象都係影響緊你去思考生活啊，你嘅信仰啊，或者個世界嘅一啲事物咯。自己一個 remind 自己咯，點樣走落去可以諗自己嘅文化或者以往見到嘅嘢，咁就希望個 show 嘅作品可以睇到多少少咯。